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频道，我是老头 Oldman。今天我们来继续玩我们的小小梦魇哈。上一集呢，我们利用电视机的声音，我们成功的吸引到那个长臂叔叔啊，长臂变态叔叔啊，让他能够就是与我们的之间的距离可以拉远一点，比较不容易被抓到。那我们就之后逃了之后呢，逃到这个地方来。那之后呢，剧情会如何发展呢？我们继续看下去。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开始 Go。来，这个地方呢，很简单。啊，上一集呢，就是要把这个东西给推到这个前面，才有办法跳过去嘛。啊，那个蒸汽不要碰，啊，那个蒸汽碰了绝对是找死的。所以说呢，我们要先换个位置把它推过去一点。哎，这样子没有错的啦。啊，这样子呢，我们才可以拉蒸汽，应该不会死吧？哦，还好不会死。啊，拉到底，非常好。然后拉到底要干嘛？我想一下。这个门啊，拉到底我们才有办法开门嘛。那我们开门的时候小心，前面是一个万丈深渊啊，之前不小心摔死了啊，到了这个地方来了啊。目前呢，我们只有一个长腿长臂叔叔这个敌人啊，好，不知道后面还会不会有什么其他的、啊，不知道之后再说啊。这游戏总时数应该不长，两三个小时就可以玩完了。我相信我应该玩了差不多快要三分之二了吧，目前应该还在三分之一的阶段啦、啊，先点一下火。来点火，点火，点火啊，大哥，非常好。OK， 然后往哪边走？往这边走。Oh my god！ 哇！哈哈哈哈！哈，还好啦，还好啦。啊，伸出魔爪，他怎么知道我在那里啊？是因为我开灯的关系吗？太夸张了吧！如果不开灯，他会不会抓我？试试看，试试看。Hey man， 你这个小嫩逼，抓啊！谅你不敢啊！看样子他还在找我啊，怎么办？我要怎么逃过这个地方？我靠，两边都有手，我的天啊！等一下，这要怎么过啊？用跳的吗？完了，我已经四面楚歌了，十面埋伏了。呜！哎，吉尔就这样过来了，呵呵，哎，老鼠哎、欸。好肥沃的老鼠哦，手臂长，原来他的手臂长是这样用的啊！我终于瞬间了解了什么。哦，你 shit！ 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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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一下，这里要怎么过？哎、欸，救命！救命！救命！救命啊，大哥！等一下，这到底是有救还是没救啊？试试看，放手一搏。有了！哦，原来是要这样打、啊，我了解了。我懂了，我懂了，这是一个 BOSS 战的概念。我可以拿那个棒子打他的手吗？看样子是不太行的，他不会拿棒子打我，应该是不会吧？哎呦 ，Out No！ 抱歉，失态了，失态了。他为了这个不要掉下来，保护他自己。我觉得他这样做并不是很正确的选择，非明智之举，你知道吗 ？Oh my god！这个机制有点机车哦，直接来，有，哎呦，你的手回去啊 ！Oh my god， 哇，你的手就这样去了，哇，听你这样子，哎呦喂呀，我的天哪、啊，你的手安尼刚好，啊，长腿叔叔剩下两条，可怜哦，感觉蛮猎奇的，我们过了，终于。经过了数百回合，我们终于过了。我的天啊，这也太久了吧！成功的逃离这个长臂叔叔的魔掌。啊、哦，好黑哦！哎，过关了，过了。原来过一章节了是吧？现在是要准备过第二章是吧？原来如此，好的。怎么从这里睡醒了？爬上去吗？看样子也不是。原来我们过关啦！
继续哈，看来应该就要面临第二只 BOSS 了啦。啊，那长臂叔叔爆了啊，他的特长没了，现在变特短。啊，我想必到时候还会有新的 BOSS 出现，这是干嘛的？喂，带我走到永远的以后。哎，真的把我带走了欸。哇，你真的把我带走了。好吧，那我就顺着这个。滚轮往上跑吧！哇，我看到前面有一个胖仔了，肥胖的胖仔了，那是厨师吗？啊哟，好了，我到这里了，哪时候才可以放下呢？哦，我现在来了。啊，这边一堆捆的，怎么？哇，超饿，我肚子开始饿了。来人啊，来点食物！我够巴豆腰啊，我袂使啊，巴豆够底下尬，肚子又在绞痛了。吃老鼠肉啊！想太多了。哦，老鼠被夹到是吧？我们可以吃老鼠肉的意思吗？我刚听到咔嚓的声音，在哪里？咔嚓的声音在哪里？我什么都没看到啊！哎，我该不会正在饿死了吧？哇！适者生存，不适者淘汰。对不起了，老鼠儿。我真的饿到不行了，我真正腰杆没塞啊，只好帮你克了对不起啊，老鼠，这是个适者生存的世界，如果不帮你克了，就是我死啊！我已经3000多年没吃饭了，哎，啊，这里怎么上去？推上去吗？应该不是，这里是哪里啊？推这个板子吗？哦，对，推这个板板，水啦，easy，喂，这什么？哦，有血汁，哎，干什么东西？知道推去哪里？哦，我看到了，我会。我过来了，哎，胡萝卜哎，大哥要不要吃？送你啊，哎，我要怎么丢？我忘记了。哎呀，丢胡萝卜时间，摔破它，感觉有人在磨刀哎，好恐怖哦！往这边走，看一下，果然。哎呦喂、欸！哇，阿肥耶、欸！哈哈哈，居然是个阿肥！哇，哎呦，你今晚想安怎？哇，都没有时间睡觉、欸、你要不要喝瓶蛮牛啊？啊，我死定了！他在干嘛？他拿香肠啊、喔？哦，烹饪呢、欸？是哦，这看起来就3000年没睡觉，有没有？很累的样子。我要吃肉，谢谢。我也想吃。他在切牛肉呢，肚子饿了。等一下一定要去吃大餐。哦，这部影片做完上传，我就要去吃大餐了。谁都不要阻止我，我超饿，我真的超饿的，干死定了！我靠，跑跑跑，啪啪啪啪啪！Oh my god！Oh my god！No！耶、你找不到我，你找不到我，他好像在抓老鼠那种概念，有没有？啊，虾米，我尿气。我看一下视角。好，他应该是没有受惊。好，慢慢来。等下他那个，Oh my god！啊 ，Hello，我是路过的哦。他看起来一脸厌世的脸，好像全世界欠他的一样。安尼唔好啦，妈的，尴尬，全世界欠你的好不好？好，我们要小心一点，快点快点，趁现在大家知道位置就可以跑得快一点。我靠，居然需要钥匙，哪里会有钥匙啊？大哥，你可以告诉我哪里会有这种钥匙吗？
最好尽量不要碰到东西，不然他会很紧张，紧张就会乱来，对不对？所以说呢，我们把东西呢转过来放这里，哎，非常好。钥匙应该在这个上面啊，以我这多年来的这个判断啊，游戏就是这个样子啊，是不是？你看走到这里，然后这上面一定会有钥匙，然后呢，这途中呢会有非常多的障碍啊。我们看一下这里有什么。看样子这里什么都没有，好，被骗了。点把这个东西呢，尽量不要被他发现。我们放回这个地方，是不是？不要惊动他跟我啊！大家都可以好好的相处。哇，那鱼超大的哎、欸！哇，鱼肉贩卖啊！看到这些东西，我真肚子饿了，我超饿。所以我说，那钥匙到底在哪里啊？最好是钥匙可以藏这么的远哦。Oh my god， 差点掉下去。算了，我只好拉这个。啊？等一下，这是哪里？跑厕所来了 ？What the hell？ 哇，上面有一个阿嬷的那个照片呢。点火一下。等一下。碎的，我们看一下这里有什么，又是那个人。如果把这打开，门会打开嘛？我们先不要开一下好了。我们先把这里推开。我靠，有人在睡觉！哇，这厨师不止一个啊 ！Oh my god！那什么东西在动啊？那是球哦！哦哦哦哦！不要 ！No！ 哇，你看起来好恐怖哦！死肥仔！他醒来了，他睡醒了，他开灯了，他睡醒了。原来厨师不止一个，大家都长得很像，他们双胞胎吗？钥匙在这里啦！对，给我你的钥匙，碎。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上面有什么，居然有钥匙耶、欸！找到了，我们可以成功逃离了。哦，只不过我很好奇这里有什么东西而已。看样子这里没什么，往右边走看看。Jump， 他会不会这样过来？应该是不会吧。喂。大闹天庭，有种来啊！有种过来啊、欸！他会不会真的过来啊？哎、欸，不是，我要往这边，哎、欸，丢，就是安尼。算了，放弃了。想说把这边推开看会有什么东西说，我们还是乖乖拿钥匙吧。Go。拿钥匙就跑比较慢了，哎、欸，没有哎、欸，速度差不多。我不想的预感，等一下他会回来。这家伙是不是回来了？我拉一下再看看好了。哦，有打开耶！进去，他要把我送到哪里呢？这应该是捷径啊！对，这是捷径，太好了。我看一下这家伙跑去哪里？嗯？这里面有什么？打破啦 ！Oh my god！ 我救他了，可是那家伙好像来了，快跑啊！快跑！快跑！死胖子，不要抓我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嘿嘿嘿嘿。你抓不到我啦！啊，我钥匙哎、欸，我看到在前面，好，我要小心翼翼的。来，哎、欸，他还在、欸、，Hello， 拥抱了一下，感觉是个彩蛋之类的，拥抱你和我。好，我们拿着我们的钥匙快走吧。
被发现了，死定了！卖球啊！不要！不要！哦，好险！我以为要被他抓死了。他还在找，他还在找，他还在找。看三看三小，看 B 看了、哦，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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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。酸酸的时间太好了，过了，开啊，有了，碎了，好了，我不需要了，推开，逃跑才是重点啊！快点 ，quickly！ 哎呦，鱼头吗？哇，没路可走了，走这里。这是什么？也是可以拿来，我可以吃吗？香肠好吃，我可以拔刀了。我要拔刀了，拔不了，抱歉，我的力气太小了。不然我就可以有机脑脱我裤链，有机脑脱我裤链，开大绝。这些小王八蛋全部都是变废物了，直接砍爆他们。啊，这要怎么过？跳这里。哦，角落的。然后呢？转。哈哈哈哈。哇，做香肠欸，做香肠时间。香肠，香肠是你。哦，我懂了。啊，不对啊，啊，香肠只有一个。你这样子，我要怎么跳过去呢？这样不行啊。那这个是干嘛的？哦，会动。哦，我懂了，把肉推下去啊，没有肉了。我懂了，我们需要这个大香肠。哎呦，哇、哦，好好吃哦！我的天啊，怎么可以这么好吃？是不是？我们看一下这里有什么？这烘卵鸡，这也太好吃了吧！哎，这边有一个这个，哎，把它摔破。哎呀，拿到了不知道什么东西。天啊，怎么可以这么好吃？不公平啊！害我真的等一下要去吃大餐了，我不管了、啊。这边往上爬可以拿到什么？感觉好像一块肉是不够的哦，所以说我们应该还需要多来这个地方拿一些肉，是吧？可是我要怎么上去又是一个重点，跳不过去啊！好，算了，我放弃了。一块肉够吗？这块肉够做香肠吗？还是我们需要更多？哎、欸，上面的是不是可以把它放下来啊？好，跳哦，有了，第二块，好美味哦。两块应该够吧？因为看样子也没有其他的可以放下来啦。呜呼！快乐转，我觉得我应该往这个方向，对，这样比较方便。做了三条，三条够吗？试试看，答案是可以的。哼，弹球签，好过了 ，easy， so easy， 点一下火 ，come on， come on baby， come on。欸、不给下去啊！我觉得他应该要遇到那个胖胖的胖仔，应该就会出现了。我觉得没有这么的轻松、简单、容易啊！您说是吧？走！哇，又要钥匙了，太好了！好，我们把什么东西放出来了呢？死定了！不对啊，不对啊，干死定了 ！No， 你看不到我，你看不到我。Oh my god， 他不会该我要把这拿走吧？他在找东西还是怎样？找肉，找鱼。哦，气死啊！真好，我也想吃。
厌世的脸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厌世呢？我说，拜拜，该死定了，来不及了，那来不及了。惊躁哦，他 坐电梯过来咯。啊，完蛋了。为什么这里没有路啊？你搞屁。这里是网上是怎么回事？哎，他来了，他应该看不到我。怎样啦？有意见你？有意见你？他开门，他开门了，他开门了。哦，打开，打开了。我看一下他在干嘛。他咳嗽。Oh yeah, baby。哎，这里跟刚刚那地方是不一样的，对吧？慢慢来，慢慢来。哦呦，这么凶残哦！拜托你切也切好一点。哇，钥匙在那里，怎么办？哦呦，胎哥哎，戳人这样，看死定了！不要！不要！不要！大哥，不要！钥匙，钥匙，钥匙！哦！哦哦哦哦 ！Oh my god！ 呜！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！死胖子，你抓不到我的，你没办法蹲下，笑你啦！看怎么看？谁没看过你？那、nope ，哎呀，哦，角落角落，他来了，他很紧张，他很紧张，他超级紧张，快点快点，快点快点快点，抱着钥匙快跑，快点快点快点，他听到声音了，他等一下也要坐下来了。趁现在 ，run， 快点，快点，啊，快点快点，我来了我来了，跑跑跑跑跑跑，趁现在，等一下，这到底干嘛、啊？不要，啊！我恨你。把这个拉下来之后呢？哦，有了，我成功了 ，nice。不过这里看起来一堆垃圾是怎样？有没有什么可以解开的？哎、欸，这个有个丢，哎、欸，不是吗？这个不是我要把它弄破那个东西吗？啊、哦，有了有了，太棒了！所以说，我现在是要怎么找？哦，这里有哦，我们爬这里上去吧。Let's go， 离开这个鸟不生蛋的地方。哦，这里还可以看得到上面有没有？我们先往前看再说好了，看情况怎么样。他在洗碗，嗯，洗碗工人。所以说我们不适合往那边走，绝对会被他发现的。走都走，走都走，好不好？欸、很开心，好不好？洗碗工哎、欸、啊！啊，我让你洗不完的碗，洗不完的碗。哎、欸，这里不能上去，看来只有一个地方能上去了。哦，原来是两个啊，我也是一个，会被发现。Hello， 叫声小啦，不要，不要，被抓到了。他们现在开始会往下挖了、欸，啊，之前是不会的、啊，怎么现在往下挖？我看一下有什么东西可以诱导的、啊，像这个，这个不能，这没屁用。哎呀，真的还在看呢、欸，拉不到，
哦，原来这里可以爬啊，爬看看好了。爬这里的用意是什么？哎，就这样到这里来了。哦，这个钩子啊，原来是这样子啊！我会了，我会了。利用上面的钩子把它这样勾过去，有没有？耶，我出去了。哦，抱歉，我掉下来了。等一下，不是这样，不是这样出去的吗？哪里搞嘞？点亮生命之光。所以说，我这边的工作只是把它点亮而已，没有实质上的意义吗？喂，来呀，笨蛋！哈哈，嫩，你看不到我，烂 AI，笑你。好，我终于过来这个地方了。靠，我刚才采用的什么东西？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个干嘛？我不知道我开那个用意是什么哎、欸。啊，干死定了！他眼托是吧？果然是眼托。这样子你都看不到了，笑呵呵。你果然是眼托啊！哎、欸，我这边上不去哎、欸。我想一下，我要怎么上去那个地方？重点。怎么办？我卡关了。哦，我大概知道怎么过了。这个是往另外一边啦，所以说我必须还要再回去一趟。我必须要再回去一趟。Oh my god！不要过来，看没看？呵呵呵，好的，安全上嘞，safe。哎、欸，他把那个冲马桶的给他踢倒嘞，还是他本来就这样？应该不是吧？好，等下这里危险啊！不对，我们应该要从这边。我们要从这边上去，爬，碎了，终于知道怎么过了。这边浪费我好多时间了，这边等等钩子来就好了，过关，是不是？他们应该是看不到我吧？我这么高，哇，那盘子高成这个样子，他们是要洗到民国几年啊？这也太辛苦了吧？干嘛啦？全部都抓不到，怎样？嫩嫩，抓不到哈？叫什么叫？Hello，拜拜，是不是很气呀？胖胖仔，你是不是也很气呀？嗨，干，为什么？哦，抱歉，我错了。这边要放手，跟你说过放手。哦。他已经帮我设定好这边放手，哇！Oh my god！Oh my！Oh my！天啊！全部都生七七耶！呜！不要生气，你打老鼠哦！再见！啊！呜！打不到我，你打不到我，笑你了，笑你！耶，过关了，太好了！嫩，哇，终于过了，实在有够难玩的，死了不知道几百回，真的死了不知道几百回啦。好嘞，我们到了这个地方了，虽然不知道这里是哪里哈，不过我们必须要在这里结束这一回合了，好不好？
那今天影片先到这里啦，如果你喜欢这一系列呢，记得帮我按个喜欢，左下角个订阅，右下角记得按个喜欢，或者是下方留言，感谢你们收看，我是老头，我们下一次小小梦魇再见啦，拜拜。